哎，服务员买单。啊，你好，这位先生已经帮你买过了。买过了？谁呀、啊？他。你朋友啊？不是朋友，一个熟悉又陌生人。咱俩真是有缘分的兄弟，又见面了。哼，冤家路窄还差不多吧？饭钱多少我转给你。不用了，就当我请你跟美女吃顿饭。兄弟，我是真佩服你，每次见你带出来的姑娘都不一样。你说话注意点，这是我老板。哟，这么年轻就当老板，小老板娘。我发现是不是就你长这张嘴？不会说话就闭嘴行不行？这么年轻就能当老板，肯定不简单。咱俩留个电话。走吧，王夏，吵死了，也不知道谁家的狗在那乱叫。你说谁呢？谁接话我说谁。你想干嘛？喂，这儿有人寻衅滋事。对，我在家。哎，走什么呀？去哪儿啊？站住！姐，刚才你装的，你怕呀？废话，那一个大老爷们在你面前手舞足蹈的，哪个女的不怕呀？要不是刚才我假装报警，万一真出点什么事，那就麻烦了。他敢动手试试？你不要想着用武力解决问题，万一真出点什么事，这时间成本就会翻倍，明天所有的工作都得因为这一个小插曲重新安排时间。关键是因为一个意外事件造成的不可控的损失，那才是风险。你一想想会不会就发展，走走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走走走走，包包包姐，包包包包，我给你拿，给你拿。